强的。叫牛王爷不要学我一样，整天用鞋，我还有讲话，他连两个一个字两个字都要用鞋的。话是不是因为你的因素？他平常就很多话。啊，对，我台语不好，我怕。那就讲国语。好。就用鞋了，就鞋又没有鞋我快。好。他两个字也我这。旁边看了，上面看了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就很想，我又不能当着众人面前嘛。哦，他也不好，好，我下次，讲国语，我已经跟他讲了，那你就讲国语，不然我说你想要领到什么什么，可能难哦。好。我台语也不好啊，奇怪了。先生公会员频道开播咯，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，不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